先生在帮那个孩子去病呢。愿拉神的祝福与你永存。可以了，如果没有好转请再过来，我会继续为他祈福的。谢谢，谢谢祭司大人。他是医生吗？不是，但是大家没钱治病时都会找他做祈福。平民能得到新科布神庙祭司的祝福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舍普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我带了一位贵客来见你。您要的东西做好了。不愧是迪比斯最有名的工匠，这足链配上他雪白的肌肤，应该会非常漂亮吧。不行，我不能做你的妃子。这肯定是为奈菲尔塔利准备的礼物。参见陛下。我确实特许你能直接进殿，但这么晚了，于礼还是应该提前通报一下。是陛下，微臣谨记。以前经常和陛下议论政事，他还是第一次提这样的要求，看来我刚才真是让他尴尬了。在下有重要军情禀报。孟图斯将军传来捷报，吉萨已被收回，西殿下没有等到利比亚人的支援，在破城前自缢了。我知道了。孟图斯将军还有一封密信给您，微臣没有拆阅，
密信既然经由你手，那就是可以看的，不必太多顾虑。还是您亲自过目，再告诉臣下更为妥当。孟图斯知道来信必会经过丽塔赫，平时并不会避讳什么，这次却是不想让丽塔赫知道内容吗？我正至地中海沿岸，冲向西奈半岛。轻一点，大家都睡了。还好一切顺利，要是被陛下发现，我就死定了。舍普特，你一直待在后宫吗？嗯，我之前都是负责打扫工作的。那你有没有见过李坦赫来过这里呢？李坦赫大人，他可是神官啊，怎么会出现在后宫呢？看来他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理由。难道李坦赫是埃及人吗？当然啊，如果不是埃及人，怎么能当上王国第一先知呢？嗯，是吗？我猜错了吗？嗯，不过我倒是听过一个传闻。大师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的，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。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柳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这些人都逼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几个人都柳魔头啊！我们死定了！这就是你说的欲要证明主角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秦羽啊秦羽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羽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你能来吗？秦羽。这就是你说的
欲要成为储君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我们这边的人都逼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我们死定了！朱爷，这就是你说的欲要成为储君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吃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，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